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上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原属董树林，阿要来订正个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是两点开始，到四点，由阮幼小弟阿宏晨睏。甲咱网友观众做下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吼。这个全大会将通过提名，哪位呼吁红袖挑啊？伊讲哦，洪秀条哦，你赶紧请王金平啊来协助安尼啦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吼，即国民党到底是安怎吼？那么国民党将伫个十九日举行着第十九全大会第三次的即个会议啊，正式提名立法院。副院长洪秀条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人选，外团犹原有部分的这个杂音安尼啦。但是国民党即个这个立委吴玉生伫咧讲，7/19，7月19，迄一天未有变数啦。不过嘛，建议洪的吼
爱赶紧请这个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来到协助安尼啦。因为王金平伫南部有一寡票声望嘛真悬啊，地方有一寡这个头人对这个王金平嘛真客气啊。啊，再来你就知影，王金平对人嘛真客气，吼、哦，好好先生啊。所以国民党诶，有一寡立委就讲啊，这个红诶，哦，副院长你赶紧哦，求助王金平啦、啊，哦，请王金平哦，带你去南部哦，细细行行拜访一下啦。那安尼吼，这个南部。咱这个拿，这个立委啦，哦，甚至民意代表啦，哦，都心肝吼，啊，就会较轻松就对个啦。看到王的来，对不对啦？你就知影，王的拢嘴笑目笑哩，哦，啊，你就知影，啊，人呐笑，啊，你无跟人笑。看你要讲，啊，你这个人哪样呢？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那么依照国民党目前的这个规划时程，七月十九全代会迄一天，将用五分钟通过红秀条提名案。但是由于传出有部分天王的，而这个党代表在地方吼，温、哦、龙就。这个倒红的，这个消息的，到时王金平是不是讲会出席，备受关注。王金平昨日哩表示的，到现在还阁无收到邀请函呐。伊将搁再啊甲办公室啊来联系。就如果甲这个连战、王碧荣。同款，还阁无接到这个贴吧就对了。王金平强调，国民党团结，国民党团结。伊未清楚有倒红的这个势力了。迄一天提名作业应该会顺利通过才对了。那么，伫进前有真侪遍表示，将会甲在这个全代会。开炮倒跳，而且个本土派中央委员李伯荣、李伯龙，吼、哦，已经遭受高雄市党部停权啊啦。加上红秀条已定调，将无搁再讲这个一中党表，全代会迄一天。应该会当顺利通过红秀条的这个提名案才对了。红秀条十三日，就是昨，搁再邀请哪位，吼、哦，啊来吃饭，吼、哦，啊来开讲哩，包括吴玉兴、黄昭顺，黄昭顺南部的高雄的嘛，吼、哦。这个杨应雄、黄志雄、徐志莹、陈碧涵、黄玉钦、陈定松、孔文杰、简东明等十名哪位的这个出席，吴玉兴会后受访的时阵。第一讲，七一九全代会正式提名了后，红的会对南部开始啊来行脚，一路往北来行。到时啊，阮的场吼，就是伊的场安尼啦。那么被媒体问。这个全代会迄一天是毋是会变卦呢？吴玉兴表示了，
会的这个十位立委拢感觉无袂有这个变数安尼啦。这么连这个党的这个副秘书长高雄立委黄昭顺，拢暂定载体在讲，无可能会改变啦。阮大家嘛拢请红的赶紧请这个王金平来协助啦。王的所扮演这个角色，甲功能，啊，阁是非常的这个重要。我有先伫讲啊，大家吼、拢知影党主席朱立伦、总统马英九、副总统吴敦义，拢会全力啊来互选。红的啊，阁是要赶紧拜托王议长强化着国民党的这个本土化、本土派。南部这一地强化着国民党能量，对立委嘛好，对红总统大局嘛好，拢有比较较好的那么媒体追问啊，是毋是有搁较具体的这个建议啦？我有先就讲啊。无啦，无啦。那么，那么讲，搁较具体的这个物件，因为红的将要去高雄哩，市党部有真侪行程，就会谈到这个王院长的这个部分啦。我嘛咧转述红伫咧讲，伊随时拢会拜托王议长，这拢无问题就对了。那么以上有关全台会听伊讲这个消息，红秀条要通过全台会的这个正式提名，也秀通过。无问题就对了。那么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一位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歌，岗顶十三番地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香路旅行，一路顺风回故乡，在港口摇来摇去，大笑船过年。想起你路过海边，古拉斯拉一杯酒，在酒店里找袂见马多罗斯，情也醉。啊，港顶。十三番地，阮行青春风微微，石头烧了无人影。情相对，影影相随，讲话糖蜜甜。五彩色的红灯映阮踏入爱情池，我一笔记得过去，是你落头好一张。啊，港顶十三番地。
春来心情摇动，明日无你心上人，送春去小别彼时双人心相比，不敢辜负我彼面脸，就介绍阮心意，看天星茫茫台叹我月娘看平年，江顶十三番地。